对，克罗地亚队选择的是一个区域防守啊，定位球的区域防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前场的任意球，格里兹曼把球掉进去，哇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！看看这一次前场任意球，莫德里奇传给后插上的右边路的费尔萨里克，禁区里大家争，敲回来扣了一下，打门，球进了，哇，漂亮，漂亮，佩里西奇，哇，克罗地亚人将场上的比分追成了1-1。助跑，打门球进了，没有问题，非常的干脆，用假动作骗开门将，将球推进。姆巴佩把球拿到，假动作进到禁区里边，小角度传进来，格里兹曼做给队友，跟上了射门，再来一脚，球进了，3-1，破门，3-1，姆巴佩。自己来一脚，球进了，4-1，65分钟，姆巴佩个人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个进球。雨果洛里，球进了，这怎么会是洛里犯的错误呢？虽然现在4-1，但是作为场上队长，这个错误需要向全队做出检讨，这是不应该的。